狗近日推出新歌《依然我行我素》，其中歌词除了提到周杰伦的《爸我回来了》，歌词还写到如果真的是写不出歌，拜托快迟早滚，还提及周杰伦推出的 NFT， 引起粉丝们不满，更遭到大批网友炮轰。然而最惨的是，热狗女友也对此感到很生气。热狗透过社群发文表示，女友这几天都不跟他讲话，让他感到一头雾水。女友跟他冷战三天后，终于开口质问他为什么要骂周杰伦，并强调自己是周董铁粉。接着热狗强忍着惊吓，澄清自己并没有骂周杰伦，希望对方再仔细听歌曲。其实他骂了所有人，就连自己也骂。然而他的这番解释，女友却不买账，甚至气到打算离家出走，让他无奈直呼做人好难，做音乐也好难，随便押韵真的会造成问题啊。Bye.